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生活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常常要面对各种纷扰的现象，那么经过我们分析思考判断以后，往往可以归纳出合理跟不合理这两种结果。那么虽然这两种结果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中的差距却不可以道理计，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那么究竟面对各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判定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我们现在就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首先我要说，说合理这样的事，在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合理的事，也没有绝对不合理的事。所谓不合理，是因为跟人情相反，跟人的需求相悖，跟人的利益啊相冲突，这叫做不合理。合理呢，那就是说跟人的需求和人的意愿、人的利害关系啊是相配合的、相应的，叫做合理。还有一种呢，说合理啊是许多人、是多数的人讲的道理，叫做合理，少数的人的理由啊就不是理由了。另外一种呢，是从啊理论的，从这个，也就是说从逻辑上面来推敲，逻辑上面呢可以说得通的，叫做合理的；说得比较很矛盾的，那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另外一种啊，是从经验的，从啊历史的，从常识的判断呢来说，一般的人大家都说这个是一向的时候，大家认为这是合理的，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其实啊，这通通不可靠，因为跟张三，对张三来讲是合理，对李四来讲不一定是合理的。对于啊古人来讲是合理，但现在的人来讲是不一定是合理的。对我们呢，中国人来讲是合理，对于啊日本人来讲不一定是合理的。所以是合理与不合理这样东西啊，这个标准呢很难判断。所以在一个家庭里边也好，对一个团体里边来讲也好，我们要有啊，所以共识，这样谋取共识，大家觉得很舒服，大家觉得很乐意接受，大家觉得运作的很自然，那应该就是说这是合理的。如果多数的人不喜欢，这少数的人喜欢，从逻辑上讲不一定是不合理，从啊真正的往大处看，往远处未来看，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多半的人、多数的人呢，在当时他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自身的习惯，他不愿意接受，他说这个不合理，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不能接受，这就变成不合理。那这样子怎么办？这样子只能够顺从大家的意见呢，这个把合理的暂时缓一缓，不合理的暂时呢推动吧，慢慢的再来改动、改变、改进，让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不合理，觉得是不是很好的时候，渐渐的这个合理的一种观念呢会出现的。所以有一些人呢，所以先知先觉者，他们讲出来的话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多数的人后知后觉者，或者是不知不觉者，他迷迷糊糊的人，他只知道当前呢自己的个人的厉害的事，他不想到整体，也不想到未来。像这些人他没办法接受先知先觉者的意见的，所以少数的人的意见不一定是不合理，但是呢不能是事。所以这个维摩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若临呢若复自然，先易于勾牵，
这句话是什么，两句话是什么，就是说要想他们把这些凡夫的众生带到进入佛的境界，佛的层次的合理境界，那先要投合众生的欲望的需求，众生大家都需要这样需要那样，他的欲望啊，我们要满足他的欲望，从的满足他的欲望之后，渐渐地在釜底抽薪，渐渐地呀，让他提升他这个认知度的合理的层次，慢慢地提升呢，一层一层的提升，到最后到了成佛的程度。因此呢，这个佛度众生呢，有这个叫四十法四种啊，四受众生、广度众生的呀方式。那么四种里头呢，有布施、利行、同事、爱语。那么这个里边的一个同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适合众生的需求，我先同于他，他需要什么，他愿意做什么，我就跟他一起做，我认同他，先认同他，实际上并不是说完全呢就是照着他跟着他跑，而是呢先呢参与他，然后呢叫他慢慢的改变他的观念，他的想法，渐渐提升他们的意见之后呢，层次之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学佛的一位学菩萨道的一位大修行人。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观点或观念呢，所以来讲合理或不合理，我想是比较这个中肯的。否则的话，一方面坚持合理，另一方面坚持合理，两个方面都有合理，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也有理，婆也有理，究竟是以哪个理为标准？所以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原因就是说夫妻各有他的立场，各有他的道理，各有他的合理性，怎么办？那只有他们自己和解，清官要下一个判断呢，可能就是破坏他们的家庭，让他们自己能够再商讨一下，彼此互相的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彼此呢能够合作起来，能够彼此互相的谅解，互相的接受，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想合理或不合理我想我用这个我是用这个佛法的观点呢或一个立场来说明它。相信也许对我们至少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社会对大众做一个参考，应该还是有用处。